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今天呢是小年，同时也是春运以来铁路最繁忙的一天。在此呢，祝参与中国青年报与全国铁道团委联合发起的24小时春运直播的朋友们，还有在自己岗位上为旅客服务的广大铁路青年朋友们，小年快乐！你们辛苦了。同时也向回家过年在旅途中的朋友们拜年，祝大家鸡年吉祥，平安幸福，身体健康。